从外表看都很正常。那掏开之后里头一大堆的。这地方有点粘连，这个位置。掉。硬嘎巴，真厚，比正常脚趾盖得厚五倍，是不是啊？你自己捡那玩意，只要钳子放不进去，我看。
你看我做的戒指。是硬币做的。小孩还能戴戒指呢。我一会儿洗完脚再看啊。忙活，再见。